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土大经解科注》第195面，第五行，看解。年老的注解，又佛告父王：一切众生在生死中，念佛之心亦复如是，但能细念不止，定生佛前。一得往生，即能改变一切诸尘大慈悲。这是世尊劝他父王修学念佛三昧。这借助了佛又告诉他的父王：一切众生在生死中，这一句就是六道轮回。在六道里面的众生，念佛的心呢，亦复如是，如是是指前面，他父亲曾经问他：佛的果德真如实相，第一义空，为什么不让大家学习？佛告诉他的父亲：这些境界很深，是化身菩萨们，他们的境界绝对不是凡夫能够行得到的。所以劝大家念佛。那念佛这个方法呢，也能够达到化身菩萨的境界。但是无论在这个修学经历时间方法都容易多了。所以下面接着说：但能细念不止，定生佛前。只要你真心真愿意往生，这一句佛号不要中断。最好是日夜都不间断，哪有不往生的道理？能做得到吗？能。什么人能呢？放下的人能。真正求往生，往生是我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那我们自己要有一个认知，那就是我要不往生，决定堕三途。堕地狱未必，但是恶鬼出生是肯定有份的。我们虽然也做了些好事、善事，可是我们的习气，把我们的善心、善行啊给破坏了。什么习气呢？自私自利的习气，共高我慢的习气，人人都有啊。只是你自己不能够觉察，有时候自己也觉察到了，但是一转眼呢，他又迷了，
境界一现前呢，啊，他老毛病又犯了，啊，这算也有相当进步。为什么过去犯的时候自己不知道，现在犯的时候，犯了之后马上就能觉察到，哎，我又错了，怎么又犯老毛病了？这很有进步了，啊，可是没有用，三途业报还是得受。如何能把毛病习气控制住了，让他不犯？这在六道里的才不堕三途啊！啊，人天两道，如果把教育丢掉了，这个两道的麻烦就大了。啊，现在人间把教学丢掉了，整个社会混乱。天上怎么样呢？啊，我们曾经听说北朝鲜的山神，啊，以前曾经跟长春白果兴隆寺的常慧法师有过往来，啊，常慧法师告诉我，肯定不是妄语。对，山神告诉他们，他问山神：“你们当山神当了多久了？”他说：“3000多年了。”常慧法师问他。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在世啊，他知道为什么你不亲近佛陀跟他学佛，这迷惑不知道啊，现在想学佛了迟了啊，找一个好的老师都找不到啊，就找到他了。他说那天上怎么样？在天上也不怎么样，大概就是我们人间造的这些恶业也染污了天堂。可不可能？可能。为什么可能？我们念了贤首大师的望经还原观就知道了。我们这边人起心动念呢，天上这个信息全部收到了，可是这些信息全是负面的，啊，天人烦恼没断呐，习气还有啊，只是比我们淡薄一点，但是我们这些恶习气加持它，它那个淡薄就变成浓厚了，所以说天上也不怎么样。啊，想来想去还是极乐世界好。啊，发心求生呢，这是正确的。这个山神不错，善根相当深厚啊。啊，那这八个代表到中国也没请到老师，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回去了。留在中国做护法神，啊，这就是说明人间天上变法界虚空界什么是最重要啊？教学最重要啊，我们中国老祖宗提出这一句话，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是礼记学记上的一句话。啊，礼记成书，过去多少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最晚也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完成。这就说明那个时候佛教还没到中国来，
我们老祖宗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教学重要，这教学为先呐！啊，教学的重要，我们有理由相信。老祖宗重视这个问题，真正把它当作一桩大事来做，在中国，我相信不止1万年。啊，虽然中国文字只有4500年的历史，以前没有文字。没有文字不能说没有文化，老祖宗决定懂得这些东西，而且教学的理念、教学的内容与佛法几乎完全相同。再看看现在世界许许多多族群里面的圣人、宗教里面的创始人，没有一个不懂得教学重要。啊，我们在大乘经论里面看到的，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讲经教学的。啊，他们自己成正觉了，证得妙觉的果位。啊，常住在十八土。为什么要教学？不教学就回长寂光去了。回长寂光也没休息，还是在教学。啊，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应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应该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现身说法都没有起心动念，自然的就发而入世啊。如果把教育疏忽了，灾难就现前。啊，个人把教育疏忽了，个人的灾难啊！啊，你不是身体不健康，就是外面麻烦事情很多。啊，为什么中国古时候身心健康？家庭幸福，乡里和谐，为什么？教育。啊，家家懂得教育，人人懂得教育。啊，教育把社会治好了，教育把国家、把天下治好了。你说这个东西多重要啊！那么教育里头，世出世间所有教育，无过于端正心念，这根本呢、啊。而端正心念呢，那个方法无过于念阿弥陀佛，这妙绝了。所以释迦牟尼佛把这个法门传给他的父王，这是家里最亲的一个人啊！无量法门里头的第一法了，我们读这一段经文要有这个认知啊！
知心一处，无私不办呐。我们把心就系念在阿弥陀佛上，永远的系念，时时刻刻系念，心里头真有。口里面是次要，心里真有是真念佛。口里有呢，不但自度，而且度他。做出念佛的样子给别人看，这是化他了。去影响别人。别人看到你很好，你是好人，为什么？你是修行六度十善的这是个菩萨了。菩萨天天念佛求生净土，那净土一定殊胜，要不然菩萨怎么肯这么干久久就会影响很多人从一两个人到十几二十个人，然后到成千成百成万，越影响就越多。那个影响越多，对自己有好处。那么多的念佛人跟自己的念佛心相应这个一定要知道，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现象跟自己息息相关我们完全能接受到接受到的都是念佛的信息，多好这是为什么能够定生佛前，定是决定，一点怀疑都没有。一到往生，即能改变一切诸物，所有一切不善的习气、不善的念头，自然消除了。这个方法妙不像小乘、大乘，用种种方法来对治所谓八万四千法门，对治八万四千烦恼。这不需要用那个一句佛号就行了，多省事念念是阿弥陀佛，把所有一切烦恼习气通通转变成阿弥陀佛，这自然消除，称大慈悲，善行、善意自然增长都是从教学当中来的，这教学相长。你不教学，得不到这样殊胜的果报，这果得了所以诸佛菩萨教学，永远是不疲不厌的你要问为什么？这个里头法喜充满，无比的快乐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那个喜悦跟佛法的喜悦差很大的距离。父子的喜悦
没有出六道轮回。佛法的喜悦是遍法界虚空界。啊，这个喜悦带动整个法界的喜悦。没有一个众生不喜悦，花草树木都喜悦，山河大地都喜悦。啊，这就是极乐世界。以上，世尊大慈至孝劝父之言。唯劝念佛，我们要学，我们叫孝养父母，拿什么孝养？释迦牟尼佛，你看用什么尽孝？唯劝念佛。你想想念有没有道理？劝父亲念佛，父亲生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啊，这是圆满的孝道啊，究竟的孝道啊。这一句话我们可不能大意把它看过啊，唯劝念佛啊，释迦牟尼佛对他父亲，可见种种行门非不殊胜，叫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不是不殊胜，但非凡众之所能修啊！我们一般人没法子修啊。所以往生净土的成就的时候，不但不输给他们，还超过他们。啊，唯有细心念佛法门，最是应机。这个细心念佛，是阿弥陀经上的原文，玄奘大师翻译的。啊，鸠摩罗什大师把这一句翻作一心不乱。一心不乱高啊，难呢、啊。细心念佛容易啊！哎，这个玄奘大师翻译的本子是一心细念，不是一心不乱，一心细念。啊，那我们就得想一想。玄奘大师是老老实实找原文意思翻的，为什么罗什大师要把它翻成一心不乱？有道理，我们如果真的念到一心细念，临命终时佛来接引，首先佛光照你，佛光一照就把你的功夫提升了一倍，就提升到一心不乱。所以罗什大师没犯错啊。啊，但是罗什法师的意思深啊，是事实真相。只要我们念到一心心念，就是功夫成片。啊，往生的时候决定是一心不乱。啊，那他往生的地位呢？地位高的，
到方便土去了。地位低的也是凡圣同居土上三辈往生，上三品啊，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啊，都烦得好啊。唯有细心念佛法门呢，最是因机，是人人能学，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聪明的人，愚痴一点人都行，啊，没有一个人不能学。但能依教念佛，定能往生。善导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取”，一个都不会漏掉的。一得往生呢，便能转恶成善。你看看。转恶成善多难啊。大乘经教上说的是真话了。把这三大类的烦恼，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啊，通通把它转成善。要多长时间呢？经上都说要无量劫，这么难呢？这么长的时间啊！这无量劫实际上说呢，它是进进退退的，它退转啊！你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到那里去就。圆正三不退，下下品往生也是圆正三不退。一切经论里头所没有的啊，所以用不着想着顿悟，也用不着去想啊消灾，都不要去。啊，消业障都不要去想，你就想阿弥陀佛就对了。你的恶业，你的罪障，不知不觉的全没有了。这法子好极了。啊，念佛之方便妙用啊，闲事无余。还有能比这更方便的？找不到了。啊，无量劫来，善恶习气都不必去理他，只要把心放在阿弥陀佛上，这名号上就行。啊，自自然然。从减轻到消除，啊，一句名号成了大功啊！再看下面这段，第四，念佛有四种。据上经中，世尊劝父王念佛，为一切众生在生死中念佛之心细念不止，
佛以所指之念佛，乃四种念佛中之持名念佛。念佛有很多种啊，怎么个念法了？啊，这四种，第一个持名，第二个观想，第三个观想，第四个实相念佛。这四种念佛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第一种持名，196面，我们看第三行，持名念佛，即本经所宗，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啊，释迦牟尼佛，在小本《阿弥陀经》里面教我们持名念佛，至持名号啊。在大本《无量寿经》里头，也是劝我们至持名号，信愿持名，称念阿弥陀佛。善导大师曰：“啊，唐朝时候的大德，日本人对他最崇拜。”在日本看到很多寺庙用大师的名号做寺名，善导寺啊，我们一看到善导寺就知道他是净土宗的道场。古时候有传说，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应化到中国来的。日本人相信，我们到日本问有没有这个说法，他们都知道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的，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所以日本人对这两位大师非常崇敬啊。那么善导大师的话就是阿弥陀佛亲口所说，啊，大师说，唯有经路修行，但念阿弥陀佛。经路是最近的路，最直接的，啊，没有拐弯的直路，最近的路，啊，修行，只有念阿弥陀佛。这是成佛一条最近的路啊！入门修行呢，名殊途三界。下头有个比喻，如虫生竹中，竹子里面生了个虫，这个虫想往外爬，它要是让树里爬，那个竹子一节一节很多节，它都要把它咬破出去，上面出去，这个难啊。那个聪明直接从旁边咬个洞，它就出来了。
啊，旁边咬个洞出来叫横抽啊，一阶一阶往上爬上去叫竖出啊，那个麻烦大了。啊，就像华严经上说的，凡夫修道如来地。啊，要是竖出，你看看，从事行为，舍住、舍行、舍回向等觉妙觉，51个位次，才能证到究竟圆满的果报。那是横超呢？我用念阿弥陀佛的方法，我的地位甚至还不到初心位啊，不到初心位，可是我这横地出去到极乐世界，我的地位跟谁相等？跟等觉菩萨相等，这还得了吗？所以这个法门，许许多多菩萨不相信，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所以世尊说，这桩事情唯有佛与诸佛方能究竟，彻底明白这个道理，只有佛妙觉如来啊，他们知道啊，也就是等觉以下都不知道。这说明一桩事情叫难行之法，那可不是真假的难，真难呐！啊，从理上讲，我们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呢？竖出是见性，横出也见性，见性是一样的，没有高下。啊，横竖都是见性，所以它是平等法。那你为什么不走近路呢？啊，弥陀教导我们是近路修行。啊，因其方便直接成功现速。那输出的，这叫做难行道。但念佛呢，如同横出诸众，一语透脱，是横出三界成一行道。比喻做进路，啊，确实方便，直接，成功迅速。啊，所以介绍四种念佛，把持名摆在第一。观无量寿经，把持佛摆持名摆在最后。啊，最后就是无比殊胜。初后十一不十二，用意都很深。第二呢是观相念佛啊，我们看注解，观相念佛以成共身相，注目观世，但相在可修啊，相立则难。观相上，这人得挺有福报才行，总是富贵人家，家里的佛堂
陈设了富丽堂皇，庄严无比。他有很大的福报，不需要工作，一切衣食住行都有人伺候好，他在佛堂天天看佛像。让这个境界印到自己心里面去，天天看佛像。可是如果像没有了，你离开佛堂了，这就断掉了，你的功夫就断了，不能相续了，必须时时刻刻不离开佛堂。没有任何杂事来干扰你，这也不是容易事情。还是现在你可以看呢，可以修啊。你离开这个佛堂呢，那就难了。静音一断，相续起圣界。故云：相去还无，因尘渐断。故其方便呢，不如持名念佛之，随时随地可修也。比不上持名。观想念佛也在十六观里面。第三观想，我们看注解：观想念佛，即观经所述，以我心目想彼如来，着重在想。但凡夫之心散乱浮动，先有静定之时，难入微妙之观，这也相当困难。为什么？凡夫心浮气躁，定不下来，所以说观不能停久。观想有十六种，除了观相跟持名这两种，还有十四种，十四种都属于观想。第一观的，这是讲最方便最容易的第一观的，观落日悬谷，西方极乐世界。想着西方，西方在太阳下山那个地方，你看太阳刚刚下山，那个太阳是红的，观成功了是什么样子呢？你睁着眼睛看到这个太阳在面前，闭着眼睛太阳也在面前，那叫观成功。如果睁着眼睛看到太阳在，一闭着太阳没有了，这不行，这没不成功。要到闭着眼睛太阳也在面前，这要很细心，很专心的，专细到极处啊。所以它有一定的难处。古人静息心处，你所观的境界微细，自己的心太粗，妙观难成。唐朝时候
智者大师，他往生西方，西方啊是修观想念佛，他修成了。啊，他是用观想，所以智者大师有《观无量寿经》的注解，故不如持名之方便容易。啊，持名念佛，不问上智下语。你看，这种观想念佛的上智才行，下语不行。这个境界你观不成了。啊，无论苦乐忙闲，这讲持名啊，人人能念，个个可行啊。啊，这就是念佛，集中念佛，念佛里头有难有易啊。最后是实相念佛。实相念佛是所有念佛里的最高的。十法界的众生都做不到。什么人能做到？化身菩萨做到了。你证得了化身。前面这三种，无论修哪一种，都是实相，跟实相全相应的。啊，什么叫实相？我们看幕后这一段的解释：四实相念佛，远离生灭。生灭没有了，有无没有了，能所没有了，言说没有了，名字没有了，心缘没有了。这是什么？这是华严经上讲的离一切相啊。般若经上也说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啊，即一切法呢？专念自性本具天真之佛，自性就是佛嘛，佛就是自性嘛。这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禅宗里的教下的是大开圆解，净土宗是理一心不乱。但以众生未出轮回，生灭之心念念相续，下面引《圆觉经》的话说：“未出轮回而变圆觉，彼圆觉性即通流转。若灭轮回，无有是处。”这用《圆觉经》上的话来做证明。啊，众生没出轮回。就是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上面
到非想非非想出天，下面到无间地狱。啊，这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里有多少众生？啊，他们都是用的一个心，生灭心，念念相续。啊，弥勒菩萨跟我们说的很清楚，一秒钟，1600兆的生灭。所以六道是怎么回事情？1600兆分之1秒的生灭相续，这就是六道轮回的真相。啊，这个念念是妄念的，只要有念就是妄念。啊，正念，正念没有念头，正念是不动的，真心。啊，一念不觉，这个念头起来了，起来怎么样呢？它就有个惯性。啊，接着就相续不停止，啊，这就叫阿赖耶。阿赖耶变现出十法界一真庄严，阿赖耶变现的真心能生能显，阿赖耶能变。所以圆觉经上说，未出轮回而变圆觉。你想把圆觉搞清楚，可不可能？不可能。圆是圆满，却是觉悟啊。圆满的觉悟里头，三种现象都没有。像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怎么能知道圆觉呢？啊，那你所知道的圆觉，比圆觉性呢？即通流转，流转是什么？是生灭心。这就说明你所懂得的圆觉是知识，是文字，是道听途说，你自己没真的。所以孩童流转，那六道轮回的事情啊。啊，这样学佛，你要想脱离六道轮回啊，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这就是说，觉悟，觉悟的再深，觉悟的再远，都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今天科学家已经发现阿赖耶了，这在菩萨大乘教的什么什么人呢？八地耶。
八地菩萨见到阿赖耶了，科学家确实见到了，但是还没搞清楚。啊，发现有这个东西存在。这个东西的真相还搞不清楚。啊，三种现象只有一种搞清楚了，物质现象搞清楚了。这个我们解决掉了。精神现象没搞清楚。啊，他们所发现的突然蹦出来了，立刻就消灭了。这科学家发现的，没有理由，没有原因，突然出来，立刻就消失。啊，楞严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这是科学家发现的念头啊，念头是阿赖耶的转向，是阿赖耶的见分啊。可是佛经上说的详细啊，说的清楚啊。啊，这个现象呢，从无明业相里就变现出来，无明业相也被科学家发现了。他们叫做能量啊，宇宙的能量啊，在佛法里头也可以说是能量，但是是自信的能量啊，是真心的能量。能生万法，那么要出轮回，必须要有清正的功夫，啊，或者我们今天讲修正，你得有修行正果的功夫，你才能超越轮回。啊，连觉悟，等同化身菩萨的境界也没用处，你还是搞六道轮回。这事情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为什么？烦恼习气没断。可见得断烦恼难，断习气更难。可是这个法门你不必断烦恼，你不必去化解习气，无需要，你只要把念头转个弯，专圆阿弥陀佛，我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真转过来了，这心里跟阿弥陀佛念念相应啊，无世界来烦恼习气自然不见了。这个方法太妙了，理上讲得通啊。佛说过，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今天心想就是阿弥陀佛。啊，众生心想，我这个自私自利太严重，怎么样把它断掉？我的贪嗔痴很严重，怎么断掉？啊，我的怨恨嫉妒心很重，如何把它断掉？这个麻烦事大了，
一句阿弥陀佛都把它念光了，这方法多妙。真叫善巧方便。心里头就存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全部都念掉，都没有了。自自然然就化解了。方法容易，简单。成功太高了，太殊胜了。所以遇到这个法门要知道感恩，太难得了，要知道珍惜就太不容易了。你遇到了你能信，不简单的。信了你能真干，这更难了。这下面又说，还是圆觉经上的话，何况轮转生死苟心，从未清净呢？观佛圆觉而不悬浮，也就是说，六道凡夫、生死轮回的心。就是生灭心、染污的心，成为清净染污的心啊，生灭心跟染污的心，观佛圆觉，圆觉是不生不灭，是自性。二不悬浮，悬浮就是生命。你看佛的不生不灭了，还是生命。这话意思就是这个。为什么呢？你用的是生灭心。看佛不生不灭的法，依旧是生命。你要用不生灭的心，你就看佛的，那就看到了。这个意思很深呐。我们想想，我们今天是不是生灭心？如果是生灭心，你肯定的。菩萨成以上的经就不必看了。要看你自己，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我是来听听信息，佛菩萨宣讲的，我来听听。知道有这么回事情，不是我的境界，这个可以。如果误会了，我听到这个，我已经入这个境界，错了。你还是搞轮回，不但搞轮回，你会堕恶道。为什么会堕恶道？你肯定傲慢。用什么佛菩萨境界你知道了，自己以为了不起，瞧不起别人，傲慢就堕下去了。傲慢是一嗔恨呐。嗔恨堕地狱。所以佛为什么对于六道凡夫不讲这些菩萨乘法？怕的是把你送到地狱去了。不想啊。
人天法那讲普世的教育，给你讲什么？讲三规，讲十善业，讲五戒，给你讲这些。这些呢，帮助你端正心念，虽在六道啊，不堕三途。佛菩萨的慈悲呀，诸师大德告诫初学，对于甚深的经典不要去涉猎。我初学佛的时候，我三个老师，他们三个人没见过面，但三个人名气都很大了，都知道有这个人，没见过面。三个人呢，有一句话是三个人同样教给我的。就是警告我，不能学禅，不能学心宗。张家大师还告诉我，不能学密宗。为什么？那境界太高，不是凡夫所学。方东梅老师警告我，李老师也警告我，张家大师也禁止不许学。慈悲也，怕涉猎这东西变成狂慧，变成功高我们瞧不起人，自以为得到了，其实他是凡夫。为什么？你是生命心，真正切入境界，你的心是柔软的，是大慈大悲的，那个不一样。华严经望境还原观讲的四德，那就是标准。真正切入境界，他内心里流出来的决定是这四德。如果与四德相违背的时候，假的，不是真的。随缘没有妙用，不能给社会大众做好朋友。对待一切人公告我们，幕后不是待众生苦，而是自私自利。这在佛法叫做狂慧也。说的不好听，叫着魔。果报在三途。下面举个比喻，譬如太墨虫，处处能弃而不能弃于火焰，欲众生心处处能圆，独不能圆于般若。太墨虫大概就是现在人所讲的细菌，非常小，很小。确实，它处处都能够起。
他就怕火，怕高温。所以医院里面消毒都用火焰，用酒精灯来消毒，杀菌。那么用这个来比喻众生心，众生心呢，就像探毛虫一样，处处能源，源不到般若。般若是什么呢？般若是自性起用，真实智慧。般若是自性里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确确实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没有一样东西能瞒过他的。佛在经上用比喻，比喻得非常好，我们细心去体会，能了解大概。佛把自性比喻作水，叫性海，海是大。把性比喻作水，水第一个干净，一丝毫污染没有。第二个水平静，没有波动现象，这个水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外面所有一切境界相，它都照见了。这个照见就叫做般若，所以心不清净，照的能力失掉了。心要是动摇生灭，你就照不见了。那么六道众生的心，既染污又是波动现象，四圣法界还是染污，还是波动现象。不过人家有定功，波动的幅度很小。染污呢轻，所以他照见的能力比我们强。他还不是真正照见，但是照的作用比我们高明多了，就是我们智慧不能跟他相比。什么时候他真正照见呢？真的发生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真正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就照见。慧能大师明心见性说出来了，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他看到清净性，从来没有染污过。那染污是假的，不是真的。换一句话说，我们染污，我们波动是妄心，不是人心。我们把阿赖耶放弃了，真心就现前。放弃阿赖耶的染污，放弃阿赖耶的波动，真心现前，真心起作用啊！真心本来清净，本不生灭，本无动摇。本自具足，能生万法。
啊，能生万法是随缘。是恒顺众生，是随缘妙用。啊，但是决定不受阿赖耶的干扰。转八十乘四十。这叫成佛。这叫化身大士。啊，我们再接着看幕后。是以实相之佛，圆觉之性，虽然众生本具，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有没有呢？人人都有。但因妄心念念生灭而不能观。啊，我们的心水现在怎么样？好像动了，起了波浪了，有了染污了，对于事实真相你看不到了。故观佛三昧经，佛告父王，诸佛本德。真如实相等，非是凡夫所行境界，故劝父王念佛也。啊，诸佛如来的本德，真如实相，是我们一切众生通通都具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叫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但是众生迷失了本德，迷失了自信。啊，虽然迷失了，并不是真的丢掉了。他还在，一丝毫没有受染污，一丝毫没有欠缺，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你用不用它呢？天天还是用它，你没办法离开它。但是虽然用它去，用它用错了。你不是从正面用它，你是从负面用它。迷吗？哪些人是从正面用它呢？四圣法界。啊，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十法界里面的佛，正面用它。为什么他们才是真正的佛弟子？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我们称佛弟子不是真的，有名无实。啊，我们如何能变成真佛弟子呢？信愿持名，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就是真佛弟子。这是在六道凡夫里头取得真佛弟子身份必须具备的条件。啊，不是这个条件的话，你就是有名无实的。啊，佛很客气，话说得很温和，叫名字弟子。
天台大师的六即佛吗？名字未中啊，有名无实啊。啊，你受的三规也有名无实，你受的五戒也是三，也是有名无实。你出家了，受的比丘戒、菩萨戒还是有名无实，你都没做到吗？你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你起心动念。啊，什么是真佛弟子呢？见思烦恼里头，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你是刚入门的弟子。啊，小乘出果，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别教初住菩萨。啊，那是真佛弟子。啊，不断烦恼不行啊。不断烦恼只有一个方法，变成真佛弟子，就真念阿弥陀佛。啊，这里要特别着重强调的真念，不是假念。啊，真心去念。啊，真念呢？真念的佛号不能间断。啊，口里可以间断，心里不能间断。心一间断就真断了。啊，口里面断了，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这个不间断。啊，因为你决定往生，往生极乐世界，真弟子，真佛弟子，登堂入室了，那不是普通弟子了。啊，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要记住，戒作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是明心见性的，那是如来。入舍弟子啊，你看进门登堂入室啊，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我们看到这个情形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劝他父亲念佛求生净土。由上可见，念佛法门与诸法中称为经路。诸法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成佛的大道啊。但是念佛是最近的一条路啊，很快你就能成就。而四种念佛中呢，持名念佛更为方便就近，故称为经中之经啊，经路里面的经路。念佛是经路，有四种念佛，持名是净土里头的净土啊。下面这一段，四种念佛，四理不二，前身相继啊。我们看注解，又四种念佛难以悬住啊，
实相难。观想也不容易，观相没那么大的福报啊，大富贵的人才能修。所以持名就方便了啊，四种难易不一样，深浅也不一样啊，师子离思报尔，前身相继。若是圆人看来，称名暗合道妙，初步即是道家了。你这两句话说的太妙了。是真的，不是假的。说的真好啊！啊，圆人，圆教的菩萨，啊，德行智慧圆满了。他们看来呀，称名暗合道明。道妙是指什么？是指妙觉果位最高的果位，啊，为什么叫暗昏呢？一般人看不见，他能看得见。初步即是道家，初步你看刚刚开始念佛，道家什么成佛了，敬业三福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四句是如来教导大乘菩萨们修学的最高原则。里面没有用幸运之名，没用这个，没有说发菩提心幸运之名，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但是那个深信因果啊，里头暗含着就是幸运之名，妙极了。为什么呢？念佛是因，成佛是果。我初学佛的时候，这一句一句经文搞了我两三个星期，我想不通啊，不能解决啊，为什么呢？这三条，第一条是人天苦，第二条是小乘，第三条是大乘。大乘还不相信因果吗？为什么现在相信因果？如果他这一句话放在第一条里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佛教凡夫深信因果应该的，凡夫不知道因果。菩萨怎么会不知道呢？想两三个星期想不通啊，最后忽然有点领悟，
那因果不是普通因果。普通因果说是善有善果，恶有恶报，这是我们都知道，那菩萨能不知道吗？啊，这绝对也不是一般的。最后就想到念佛之因，这不是果，这难信之法，许许多多菩萨不知道啊。啊，所以才修七道法门呢，七道法门难修啊，不知道修到哪一节。啊，这个法门一生就成就啊。啊，所以以后我讲这一句的时候，就讲到完全讲到净土。啊，那么净业三福，也就是佛在《观无量寿经》里头所说的，啊，真的是解释说的净土法门，不是别的。啊，大乘菩萨。要真正能够前面第一句发菩提心，第二句我们这个经上说的一向转念，啊，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真叫暗合道妙啊，初步就是道家了啊。这是大乘，它不是小乘啊，这是无上妙法了，不是人天法了。故持名念佛又何异于实相念佛？持名是念佛的初步，这个初步摄相念佛是道家持名，跟佛摄相相应，持名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相应，这不得了。与四十八愿相应，就跟阿弥陀佛无界修行相应。同时又跟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与到现在十劫了，这个十劫教化众生功德相应，你这得了吗？很少人知道啊，故持名念佛又何异于念佛实相？这个于啊，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又何意就是念佛实相啊，持名念佛就是念佛的实相。啊，这个意思更清楚更明显了。弥陀素超言，实相云者。啊，什么是实相？实相是什么？非彼灭除诸相啊，不是说一切相都没有了，该即相而无相也，相在面前，有没有相呢？无相，相在面前怎么看到的无相？你想到弥勒菩萨告诉你的真相，一秒钟，
1600兆个现象，一个一个接着在发生的，那眼睛看花了，以为是真的。八地菩萨眼睛不花，他就看到一个像一个像生灭，他就能看出来全是假的，变法界虚空间没有一样是真的。六道是这么回事情，十法界也是这回事情啊，六道不善的多，十法界善多我少啊，全是幻象啊。所以佛在经上比喻说得好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比喻说得好啊，做梦啊，不是真的，梦中做梦，不知道自己做梦，以为是真的。啊，如果你能看到真相，这个真相就是一秒钟1600兆的生命。啊，这种生灭的相续是我们看见的。你就知道佛所讲的话是真实的了。存不存？不存在。啊，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现象。而且这个现象里头包括三种现象都存在，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三种现象同时存在。但是这三种现象佛告诉我们有先后次第，从业相生转向，从转向生境界相。啊，用现在科学化的讲，从能量生信息，从信息生物质。啊，这三个转变都在1600兆分之1秒当中完成。现在科学家虽然发现了，没有佛法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啊，只是发现了，它是波动现象，是非常快速的波动。啊，没有说出来，一秒钟多少次没说出来，这是太快了。啊，他的描写也很有味道。这个心念，好像无缘无故，没有原因，突然蹦出来。这一蹦出来，立刻就消失。啊，这科学家怎么报告？啊，弥勒菩萨说得清楚啊，所以不是叫你把相灭除掉了，实相现前，不是这个意思。要知道相即非相，啊，有跟无是画等号的，有相跟无号是平等的，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
啊，所以有佛家称为幻有，空称为真空，真空不空啊，幻有非有啊，啊，也称为妙有，啊，妙有非有。这是你真见到实相了。经云：“智识语言介于实相，不相违背也。”了解事实就叫见实相，不了解真相的那叫妄想。了解事实，这叫开悟了；不了解事实，叫迷失了自性。啊，经上这一句话，实际上它的用意是引起底下这一句话：“云何万德洪明不及智识也？”万德洪明是阿弥陀佛了。世间言语，譬如我们说孝悌忠信，这是智识的言语，能够安邦定国，能够和谐世界。一句话了，孝悌忠信。啊，那为什么这一句佛号难道不及智识业余吗？就这个意思。这一句名号，他的功德能安定遍法界虚空界，能安定一切诸佛刹土，能令一切众生圆成佛道啊，功德不可思议。又云中超越，四明云，圆寂之国。所有名字一一不虚，究竟成就，盖其所照皆即真故。真是真实啊，圆中超是优希大师所做的弥陀经的注解，啊，学习弥陀经的大概都知道，弥陀经有三部注解，最重要的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优希大师的云中钞。弥陀三大疏钞啊，啊，学弥陀经不能不学。云中钞里面
引用四明尊者一句话。四明尊者是知礼法师，宋朝时候人，现在的浙江宁波人。这是一位大德了。四明是寺庙的名字，叫四明潜伏寺。后人对他尊重，不称他的名字，用地名来称呼他，这是这个地方出来这样的高人，是这个地方的荣耀，用这个称他。这中国古时候的习俗，你像真智者大师都不称他，称他为天台大师，他住在天台山，这对最尊敬的称呼，天台大师。世法也是如此。近代的清朝的李鸿章，合肥人，大家称他李合肥，不称他的名讳，得特别尊敬。佛门对于大德的尊重啊，也用这种方式来称呼他。他说云集之国，阿弥陀佛证到云集之国，所以他的名字夜夜不虚。弥陀名号不虚，诸佛名号也不虚。佛的名号是从果德上建立的，菩萨的名号是从修德上建立的，这是佛学常识，我们要知道。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有密切的关系。一切诸佛名号是我自性果德的名号，一切菩萨名号是我修德当中的名号，性修不二啊！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但是问题在哪里？你不能执着，一执着就错了。法法皆称性，名号怎么会不称性呢？称性就是圆满的，那叫妙用啊，虽曰妙用，不称性就错用了，错用就变成六道三途，只用错了，用的正确就不会呀，不可以把它错用。为什么会错用呢？有分别有执着就错用了，不分别不执着就真用，就妙用。所以四明尊者说，所有名字一一不虚，究竟成就盖其所照，皆其真故。无论是性德，无论是修德，真实不虚。故大经云：“是地但有名，无实义也。
地业义地有名有实义，佛是究竟地业义地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名词术语叫地业义地，佛说经，说一切经，根据什么？就是凭什么说的？啊，佛是凭借什么说法？凭借二谛。这个二谛叫真俗。第一义谛是真谛，啊，真谛呢是事实真相，根据这个说的。俗谛呢是根据一般人的见识，一般人怎么看法，佛也跟着你们一样看法，很好懂，你完全懂。啊，说真谛的话，你听起来不懂啊！啊，你比如刚才讲的时候，这个经上所说的吉祥无相，这属于真谛。啊，现象看在面前，怎么说的是无相？这我们人可听不懂啊！明明在眼前，你怎么说的无啊？啊，所以真谛是大彻大悟人他看到的。啊，那么看到吉祥无相。大乘经教里有常说的，是什么人境界？八地以上，他看出真相啊，他看出波动相续的现象七地八地以前没分呢，没见到啊，只听说而已啊，八地才见到啊，他所见到的跟你说出来，你不懂，这是真谛。俗谛呢，俗谛就很好讲，你们所肯定的啊，随着众生的见地来说，大家都听。这叫俗谛，就佛是依据真俗二谛为一切众生说法了。于是我们就明白了，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前面十二年讲阿含，多半是俗谛，很少讲是真谛。啊，十二年讲阿含，只讲到第六意识，第七、第八不讲，这人不懂啊。只讲到第六意识，到方等的时候才讲八识。啊，到般若的时候，真谛就越来越多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真谛。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